深夜不能做的事。深夜千万不要把鞋放在大门外，因为那第二天可能就被偷了。深夜千万不要用纸扎小人，因为他没有天赋会折得很丑。怎么会这么丑啊？下班之后千万不要一个人留在公司加班到深夜，因为俺老板不给加班费。千万不要把自己的头发给别人，因为俺都快秃了。暑假在家不能做的事。晚上睡觉千万把门锁好，不然我起床了，现在几点？七点会被叫醒。吃完的外卖千万不能放在家里，不然俺会被骂。天天点外卖，家里的饭不好吃吗？半夜睡觉的时候千万不要玩手机，不然会被没收。吃完饭千万不要直接去厕所，不然吃完饭也不知道刷了。深夜不能做的事。深夜千万不要把晴天娃娃挂在床头，因为啊风一吹就会吵到你。深夜千万不要把随身带的护身符摘下来，不然啊第二天可能会忘带。深夜当蓝牙耳机里忽然传来莫名的声音，千万不要害怕，因为耳机可能连到别人手机。戴我耳机干嘛？来。午夜千万不要收拾往生者的物品，不然我会伤心的睡不着觉。深夜不能做的事。深夜当你路过阴影处的角落千万不要贴着墙走，不然把衣服会脏。千万不要给家里的人偶起名字，不然别人会觉得你很幼稚。深夜许久不见的联系人突然发来消息，千万不要立即回复，因为啊他可能是找你要钱。啊，我周日结婚，你记得来哦。深夜如果感到周围气温骤降千万不要在原地停留，因为啊会冻感冒。